主内弟兄姐妹，早晨平安。主日崇拜即将开始，敬请会众预备心，敬拜上帝。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一至三十二节，《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至三十二节。弟兄姐妹可以先把圣经翻好，预备今早的信息。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颂赞上帝，同唱住在你里面和活出爱。在干涸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涸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天而来，闭上口，好车抽不透，摸不透，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把心给你心好，把心中这一份啊，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把心给心了，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把心给用心了，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永恒又荣耀的天父上帝，我们今早要带着一颗感恩和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尊崇你。主耶稣啊，求你以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天父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记得天父的话语，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亲爱的天父，在这充斥着各样声音、各样理念，叫许多人活得忘了谁是创造主的时代，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拣选，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得以亲近你，我们有你的话语作为生活最高的准则。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你赐我们爱慕你话语的心智，勤读也实践你的话语，我们要常住在你里面，与你紧紧相连。今早你要使用何维达牧师来传讲你的话语，求天父大大的恩膏使用何牧师，借何牧师对我们说话，触摸我们的灵，更新我们，更深的得着我们每一位，好叫我们有你来的智慧与能力，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下主日我们有实体圣餐崇拜，求主帮助同工们做好预备工作，也祝福当天的崇拜与参与的每一位。我们要恭敬地为在预备小六、中四或高中考试的学生们，加乐、诚心、凯杰、汉谦、嘉鼎及韦恩祷告，求天父赐他们健康的体魄，靠主认真预备自己，以感恩和喜乐的心踏进考场。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经历上帝的作为。恳求天父也加恩加力给父母们，和父母们同在。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祈求，阿们。今早的起应经文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至十四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让我们同唱荣耀颂，将一切颂赞荣耀归于三一真神。请会众一起宣读《使徒信经》，来坚定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早的正道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一至三十二节。尼希米记第三章一至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诵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利亚楼，直到哈南亚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伦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盖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克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玛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荒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萨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奉场门，管理波哈基林利甲的儿子玛基亚修造奉场门、立门、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士巴各和西的儿子沙伦建造全门、立门、盖门顶、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院西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其次是管理波数一半亚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威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义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威人弟兄中管理基义拉那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义修造，其次是管理米士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斯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斯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斯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披大雅修造，尼迪尼住在俄菲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菲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这是上帝的话赐给上帝的子民，感谢上帝。今早的正道的题目是请看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墙。亲爱的弟兄姐妹，聆听尼西米记第三章全部的32节经文，你的感受怎么样呢？坦白说，我确实是有挣扎的，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要求读出全部的经文。32节的经文列出的所有名字都是小人物，而且你跟我都很陌生。经文提到了41个工作小组，哪一个小组负责修理耶路撒冷城墙的哪一部分？对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也不是犹太人，这样的内容有共鸣吗？重要吗？这样的读经要占多少分钟呢？现在我们是录影崇拜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我们是分秒必争，不能超时，这样的读经是否浪费时间呢？但是经过了一番考虑，在我不断的思考这个经文到底要说什么之后，我还是决定要求读经员多辛苦也要把一个一个的名字全部念出来，全部的陌生的地点都要读出来。而我今天的讲道就是希望能够让你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进入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黄色的祷文用黄色来表达，是表达了这个是属于你跟我的开始的祷告，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同样的一起念。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尼西米记第三章所列出的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作队伍的名单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求圣灵开动我们的耳朵，
清楚听见你要说的话，并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你。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为什么尼西米记第三章突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41个工作小组名单呢？我想在第二章最后四节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第二章最后四节17到20节，尼西米先后跟两群人在对话，在对答。第一群人是当时被掳回归住在耶路撒冷城和附近的犹太人。请听尼西米和他们之间的对话，18节。尼西米说，以后我，这是尼西米对他们这样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以及还向我所说的话。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这美好的工作。第一轮的对话效果非常的积极跟正面。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他们听见了耶路撒冷城荒凉的情况、悲惨的情况，又看见自己的上帝的圣城受到的那种公众的、公开的屈辱，后来又听见尼西米怎么见证上帝如何引导他回来重建城墙，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用黄色表达，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的心愿，他们的立志。而且28节的最后的两句话很有意思，很重要。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着美好的工作。我再重读，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着美好的工作。第一轮的对话就是这样结束的。现在我们留意的是第二轮的对话，就是接下来的两节。第二群跟尼西米对话的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周边那些尝试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尽力要搞破坏，要破坏任何人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请听双方对话的内容。19节，但何伦人堪巴拉、做城圃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上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事是什么呢？要背叛王吗？背叛王吗？看看尼西米怎么回答。我回答他们的话，对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弟兄姐妹，听清楚吗？尼西米面对这群要破坏上帝工作的人，他清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是个信仰的立场。无论多困难，身为上帝的仆人必定要起来建造城墙，这个是义无反顾的事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尼西米告诉对方，你们这些破坏上帝工程的人的后果很严重。他这样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无份无权无名号，他们的名字一定不会被纪念，他们跟耶路撒冷没份。所有反对上帝工作的人的名字将永远与耶路撒冷切割，无缘无份。两人的对话结束了，两群人清楚表达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我们就迎来了第三章那个长长的名单。既然看来这个长长的工作名单要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立场，所有参与耶路撒冷城墙工程重建工程的人，他们的名字将要永远的被纪念。所有参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他们的名字将要永远的被纪念。这就是今天讲到的第一点。第
一起与上帝同工的人何等有福，上帝必永远纪念他们的名字。我重念一次，积极与上帝同工的人何等有福，上帝必永远纪念他们的名字。其实关于名单这回事，我最近有很深的感触。在上一神学院，每一年的教学都会出现不同的名单。新学年一开始，我们收到的是新同学的名单。每一个学期正式上课的那一周，我要负责的去确认上我课的那些科目的学生的名单。到了学年结束，毕业礼靠近，学院就要确认哪一些人是符合毕业的资格，我们要确认的是毕业生的名单。我在上一神学院教书已经13年了，一年又一年不同的名单来到我的手上，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开始觉得这个是个立场的程序罢了。但是今年不再一样，在一月底的时候，全球病毒大流行发生了，我们进入了新常态，情况不再是理所当然。是的，我们仍然在3月的时候通过视频对那些在其他国家要报名上一神学院的人进行了视频面试。有不少的报名者真的很优秀很不错，结果他们也通过了面试，被我们录取了。七月来了，这些国际生的名字真的出现在新同学的名单上了。但是来到七月底，疫情仍然严重，很多国际的那种来往交通根本没办法进行，最后他们没法前来新加坡。最后我们只能够从新学生的名单上把他们的名字取消。他们当然很失望很难过，我们其实也很无奈很失望。我们希望明年仍然有机会再次看到他们出现在三一的校园，但是今年在新学生的名单上，他们的名字没有了，取消了。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名单上的名字取消或者保留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有很深的感触。一个人能够出现，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他希望有份的那个名单上，对那个人来说何等重要，意义是何等的大。因此对于当年他们开声回答尼西米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的那些人，他们终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永远被记录在尼西米记第三章长长的名单上，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一定是很激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意义重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渴望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份参与吗？渴望我们的名字永远在上帝的工作上被纪念有份吗？我们到底渴望的程度，参与上帝工作的渴望程度去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请问目前你感受到上帝正在鼓励你参与他的是什么的工作呢？其实参与的工作可能很多方面，有一些是教会里面已经出现的很明显的一些事工，但是也可以在教会里面那些非正规的那些服事，私下的服事，也可以是教会以外的某一些侍奉或者服事。可能你会感受到在生活里面某一些人的名字，上帝提醒你，你需要对他的需要为他祷告，甚至你需要以某种的方式来鼓励他，帮助他，支持他，与他同行，陪伴他。上帝非常看重你对上帝工作的参与，他会看你的眼睛，感动你的心，让你明白他希望你在哪一方面与他同工。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参与用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很疲倦，甚至参与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甚至有一些参与非常低调，需要隐藏的进行，也有一些参与上帝的工作，周边的人不理解也不欣赏，我们觉得吃力不讨好，最终
我们觉得我们的名字被人家遗忘了。是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上帝新的一些感动在内心里面，我们也发现也确认这些感动确实是来自上帝的，但是过去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在犹豫挣扎，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回应心中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决定的，但是今天出现这个长长的名单，我希望从某方面成为你的鼓励。积极与上帝同工的人何等有福，上帝必永远纪念他们的名字。其实今天我的感题是这个，看了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是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参与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人他们的心情。他们说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城墙那么简单，这个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墙，我们跟耶路撒冷的关系是隔不开的，我们是有份的，我们的名字永远跟耶路撒冷走在一起的，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墙啊，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今天那个讲题要表达的那种心情。积极与上帝同工的人何等有福，上帝必永远纪念他们的名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二点，上帝永远纪念的这些人，为了与上帝同工，他们成为了怀抱彼此的多元团队。请听一次，上帝永远纪念的这些人，为了与上帝同工，他们成为了怀抱彼此的多元团队。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详细的去阅读这个名单，会注意到在41组名字里面，有一些大概只有名字，但是有一些记录的人，他不单列出了名字，甚至也列出了他属于的背景，或者他来自的社会阶级，或者是他们的职业。有一位学者按照他的观察，把所有的名字很简单的分成下面的几类，有大祭司，有一般的祭司，有立位人，有守门的人，所谓的 gatekeeper， 有技术工人，在经文里面，在华文圣经出现的是银匠、商人。也有一些人只有名字，他不知道他属于是任何的类别，不知道。但是甚至有一节经文出现的是女性，有一些女性不懂人数多少也参与了，经文特别列出他们是女人。纵然是现代的社会，不一样的背景，不来自不一样的社会阶级，不同的职业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各种的张力、距离、隔阂，有时候甚至矛盾，明显的冲突跟矛盾。如果所谓的现代开明社会也是如此，我们想象一下古老的世界会怎么样？因为社会的阶级不一样，职业的不一样，性别的不一样，或者其他方面的不一样，带来的距离、隔阂、冲突、矛盾到底有多大呢？但是这些非常不一样的人竟然最后一起出现在同样的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难道他们没有距离吗？没有冲突，也没有隔阂吗？有的，他们一定有各样的距离、隔阂跟矛盾，但是这一切没有令到他们拒绝加入，没有令到他们提早退出，也没有令到他们阻止其他人加入这个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团队。这个事实，这个长长的名单实在令人感动。当然性格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一起同工一定不容易的。矛盾冲突偶然会发生的，甚至可能不是偶然发生，是经常会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念尼希米记去到第六章，我们会看到这个事实，这个破损的城墙竟然在52天之内，在各种的困难，在各种的敌人的威胁之下，52天之内大功告成，城墙修建完成，实在令人佩服惊讶。我们要为他们喝彩，我们觉得很难想象52天
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怎么去理解这种状况。我们大概要重读二章十八节的最后一部分，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这美好的工作。这边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表达很有趣，很有意思，耐人寻味。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在 NIV 我们熟悉的常用的英文圣经里面，这边的翻译反而没有华文圣经那么好，英文没有翻出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41组人看见了耶路撒冷荒凉，看见上帝的名字受到公开的羞辱，看到上帝的恩手怎么带领尼西米来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不但口头上承诺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更做了一个内心里面一种的决志，我们要使自己的手坚强。什么意思呢？各种的令我们手软的因素，无论是外面的或者我内心的，各种所谓的令我手软的因素，我都要克服，我都要拒绝，我要排除万难。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的工程。所以经文这样用两句很简单的话说出我们令我们动容的一种的状况。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好这个美好的工作。有困难吗？合作有困难吗？一定有的。有距离吗？有矛盾吗？有不舒服吗？有隔阂吗？一定有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的足够的理由阻止他们携手合作来完成上帝的工程。52天之后，耶路撒冷城墙竟然以惊人的速度修建完成，而且是美好的去完成。敌人很震惊，很意外，上帝的名大大的得到荣耀。我想这个经文在这一部分令我们非常感动，也是成为我今天的第二点，刚才所说的第二点，上帝永远纪念的这些人，为了与上帝同工，他们成为怀抱彼此的多元团队。其实今天的第二点，我有一点犹豫的，坦白说，我一直挣扎要这样表达吗？我在书写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改怎么去表达这一点，或者是应该是要强调这一点吗？在我的思考里面，在我在写讲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不懂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天，你们听到的是一周前的录影书写，在星期天的下午，我收到一个同学的短讯，他当时很有感触，突然写了一些话给我，其中一部分的话跟我的第二点不谋而合。我问他，我在讲到的时候可以引用他的原话吗？他说可以，所以基本上我只改了一两个字眼，这个是他的原话，我读出来。老师，最近有些感触，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好大，每一个独特的我们，即使在同样的背景环境之下长大，想法跟个性都非常的不同。这个感触主要是来自最近服侍和不同的人接触，和不同的人同工而有的，也打开了眼界。那个感受是，哇，原来有人是这样想，会这样想的。当然，有不同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不同的想法之下，如何共同完成事情和做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不懂你听到这段话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很有共鸣，也刚刚好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那种状况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单独一个人承担上帝的工作，虽然孤单，但是少了很多对团队的磨合的那种麻烦，是吗？但是少了很多麻烦。如果跟熟悉的人，曾经合作了很多次的人一起参与某一项上帝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还是有不舒服，但是因为彼此认识很熟悉，所以我们还是比较能够忍受。但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背景、年龄、性别、人生的经验、性格非常不一样的41组人，却竟然在困难重重之下
他们52天之内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伟大的工程，从此千古留名，永远被上帝所纪念，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动容的事情。经文没有明显交代细节，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他们为了能够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建，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得失都放下，都愿意放下了，都彻底埋葬了，起码暂时埋葬了。换言之，为了与上帝同工，他们愿意努力的与上帝所安排的团队合作。是的，这个是上帝兴起的团队，不是他们选的，但是他们愿意与他们合作，学习把眼睛单单注目在上帝的心意与国度上，其他的一切他们都接受，他们都同意，是次要的。你是否还是因为某一位弟兄姐妹在同工的时候所说的某一句话，目前仍然耿耿于怀呢？你是否因为上次侍奉的时候所受的伤，所以你决定从此怎么样的情况我都要退出江湖？虽然内心有很多来自上帝的感动，但是你还是对上帝说，对不起，我不会重出江湖的，我不要再参与侍奉了，我不要再受伤了。你是否对上帝说，除非那个人走，他在的地方，那个团队我不会加入。希望今天这个长长的工作团队的名单能够带给你新的挑战，成为你的鼓励，成为你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时候来到我们讲章的结束了，我们还是重温这两点吧。第一点，一直与上帝同工的人何等有福，上帝必永远纪念他们的名字。第二点，上帝永远纪念的这些人，他们为了与上帝同工，他们成为怀抱彼此的多元团体。结束的时候，按照我们一般的做法，我们会留下三道问题，让你们在讲到之后，在崇拜之后继续的反思，甚至进入了小组的讨论。第一道问题，你今天是否想起目前或者过去参与某一些侍奉很难相处的某些同工？请将你的感受与挣扎坦白的告诉上帝。第二道问题，你目前是否看到上帝进行某些工作，上帝给你看到了，他就邀请你与他同工，你是否在这个状况呢？第三道问题，你对上帝的邀请现在有什么犹豫呢？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来分享。好了，三道问题我列出来了，现在我们要做结束的祷告。仍然我用黄色表达了，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表达我们内心状态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你也可以开声。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门徒，圣灵的殿。我们愿意靠主赐下的恩典，凡事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我们内心一切的需要与挣扎，天父啊，你都明白，你必怜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同唱赞美诗146首，我知所信是谁，来回应上帝的道。过后我们将进行奉献，让我们甘心乐意献于主。
为我生子所赐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的你，都全被直到那里。不知如何生离感动，只认自己罪。让我们来关心家里的事。欢迎弟兄姐妹今早与我们一起敬拜主，愿天父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鼓励大家下载电子版的次序单，参与里头更详细的家事报告。我言李銮威弟兄于8月30日安息主怀，并于9月3日火化。我们向家属致最深切的慰问。第12届的总议会会议定在9月7日至11日举行，请为这9月7日下午4点半的会都选举和各理事会的选举来代祷。执事会会议定在9月20日下午2点透过视频进行，敬请执事们准时出席共商圣公。第二次牧区会议定在9月20日下午5点透过视频来进行，敬请全体的执事、荣誉执事以及本处传道出席共商圣公。
特级祷告周是由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联谊会基督徒妇女服务会举办，鼓励姐妹们从9月14日至20日以灵修祷告过节俭的生活，来履行上帝的使命。这份灵修资料，姐妹们可以透过次序单当中的连结来下载。愿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实体圣餐崇拜定在9月13日举行。华语崇拜的时段是上午8点、中午12点、下午2点。我们会在9月10日周四以 WhatsApp 通知获准出席实体圣餐崇拜者。唯有接获通知者方可参加。在这边也提醒弟兄姐妹们，当天奉献的时候仍是用线上奉献的方式。如果你是用支票的话，你可以将你的支票在离开礼拜堂前把它放在奉献箱当中，但请不要将你的现金放在奉献箱。谢谢，我的报告就到此。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